现在是没有好球，两坏球。这球雷手拦截下来，起来传一垒。哇、wow, ，nice play！ 出现。哇，他不只想说传一垒，他本来起来想传二垒，那个动作就太明显了。哇，厉害，这个真的是厉害。这球能拦截下来就很厉害哦，我还能做选择。哦，这球身体在地上转了一圈，起来传一垒，眼见要穿越。哇、哦，一把被他拦截。先眼睛余光瞄一下二垒，发觉没有机会之后，很快的起身。我恰巧的这一支安打，今天Q 没收掉了。而且我们看到他手稍微撑一下，身体就可以起来传呢。